好啦，睇睇大家嘅新番牌啦。終於第一晚啦，天黑啦，大家可以合埋眼啦。皮匠請你開眼。好，我哋有請狼人，狼人請開眼。冇曬我啊嗱，今次真係唔係我啊，冇再玩呢啲嘢啦。冇用啊 Will， 我係村長。守衛請你開眼，請救人。狼人請開眼，狼人請殺人。咁耐啊？又傾啊？唔使諗啊！女巫請開眼。今日嘅情況係，請問你殺唔殺人？好，請問你救唔救人？垃圾係咪你後啲弱智女巫？有請預言家。天光，請開眼啦！今日是冇人死的，哇，好啊 ！Good job, good job。我是大好人，我是小好人，我是中好人，我是有點人。sorry， 咩啊？好五號，救我！六號 ，I G magic， 依然，我好人，唔信你，冇嘢講。好啦，自由討論。Chorus， 好人。Thank you。即刻扮預言家狼人，真係有可能兩個狼人，或者咁啱係狼預言家。又乜嘢啊，連永聰？誒，預言家下鋪睇我，同我相應咗先。我睇邊個預言家？唔好串我啊！但係佢都係睇你好人定壞人啫嘛。我呢鋪好惡噶，我唔係串。你咁威啊？我唔係串就咁簡單。嗱，預言家下鋪同我相應先。是因為好大鑊啊，上坡知唔知啊？一定係潘思良，我覺得佢一定會用嗰招咯。佢其實琴日我教完佢之後，佢心中都好。其實你教完我，我都唔明白。扮蠢啊！同埋 focus 喺個點，佢隻眼永遠都有淚水啊！係啊，係咪未到啱啱先？我以為最後一鋪先，頭先依家又有啲淚水。潘思良，我撐你。系咪我撑你阿包。其实佢有咩优点？点解个个都撑佢嘅？唔系，因为佢好真挚啊，佢啲真情流露啊。我撑你个原因系因为我系好人，所以我撑你。我并唔系因为睇你个样楚楚可怜 ，OK？ 你啲戏我唔会信。你睇惯咗啦，我冇头绪，我哋又进入第二晚啦。天黑啦，大家黑埋眼啦。好，然后狼人请开眼，请杀人。守卫请救人。我成条村嘅希望。女巫，请开眼。预言家，请你开眼，请你俾一个 number 我。好啦，天光啦，大家请开眼。今日系有两个人死噶，六号家中，网络欺凌。同埋七號阿 Will 連殺我兩波，家聰你係有遺言嘅，我係女巫啊！我第一波救自己，第二波救唔到咪殺埋你咯！幾坦白啊嗰件事！我YouTube channel係 Nathan 家聰，拜拜！個人發言時間，拜拜！啱睇完家聰，啱睇完 Covers 係好人咯 ，Covers 甚至阿叔，好，我哋好耐冇禁過言啦。嗱，我覺得豪啲有啲。警棍豪啲可能是狼人，無啦啦咁啊，就真係咁啊，冇乜頭水啊！其實我真係，可能阿肥都有啲機啊。佢今次有得做狼人咧，就冇怪人哋派咗張村民卡俾佢咯。我肯定我下一鋪唔使食。未知。但是有什嘢狼人想殺家聰兩次咧？殺咗兩次喎，真係。可能純粹是家聰樣衰啫，連續兩鋪都冇原因嘅，就一定要殺咗佢。呢一個證據不足。得啦，你死咗㗎啦。點解你要幫住阿包呢？因為我真係 nobody 咯。又你連續個三鋪。I want nobody, nobody。咁我信佢係預言家嘅。我覺得可能他是假預言家咯，但係佢未必是狼人。我覺得耶路有鬼。耶路有鬼，唔知咩，但係耶路有鬼。嗱，假設好啦，即係下一鋪我守翻自己，咁再下一鋪我都係死，你哋都要自己救自己噶。所以我哋而家要快啲殺咗一個狼人，先可以確保。咁可能已經死咗一隻咧。我覺得可以試下 Simon 咯。不是我咧。豪啲咧，你試下。真係。原因？冇啊。
樣衰。定係睇下先啊！我哋再睇下先。睇下先啊！好，進入第三晚啦。天黑啦，大家黑埋眼啦。狼人請開眼，狼人請殺人。好，收到訊息啦。守衛請開眼，女巫請開眼。請問你夠唔夠人？低柴死咗啦！我哋有請預言家。天光啦，第三日。拜拜，包包。你只样衰啊你！佢啱先讲嗰句咧，系最主观嘅意见嚟嘅，好主观嘅呢个意见。完全唔知噶，佢系话我样衰，然之后就走咗去嘅。咁应该系佢睇咗你，但系你唔系点？唔系人类。唔系，我觉得佢个说话应该话佢系啲乜嘢？点解你唔讲得清楚啲啊？人做完家，你做完家做得咁废嘅？佢嗰个说话应该系觉得你系狼人。系咯。系。我不如自评。我觉得应该唔系。不是吓，你撐你撐阿包噶喎。唔係，佢覺得佢係狼人的話，佢直接講啦，做咩話佢樣衰啫？係咪？係有少少嘢抌咗喺度。That's right. Simon， 你係咩嚟噶？哇，好人啊，當然是。你咧 ，Yellow？ 我諗緊一係你或者係 Simon， 但係因為我見 Simon 又冇乜，但我又未有啲乜嘢證據喎。我覺得狼人係豪啲同 Doris。哇！突然間係我。冇突然間一直都覺得。一直都係，而家個矛頭都係指向我嘅，係得我個冒險。你做咩角色都俾人懟㗎啦，真係。有機會係豪啲同 Doris， 我覺得係 Simon， 因為佢係咁講，即係一開頭個包死咗啦，跟住就後屘又講阿豪啲，跟住佢又轉咗豪啲啦，跟住到我講話唔係豪啲，跟住佢又話可能係我咁樣咯。我覺得除非阿包咁叻，一早同 Simon 串通好佢兩個狼，如果唔係咧，阿包嗰個應該係真嘅，所以我覺得。好啲有鬼！你諗下，阿包嗰頭咧已經對我好敏感啦，所以其實佢第三個出，我覺得唔出奇嘅。我話 Corus 唔係阿肥嗰度，喂大佬唔使咁敏感啊，大佬，即係係咯，大家即刻話我係小執著位啫嘛。我真係好奇，你又叫 Corus 咩乜？你唔係叫阿肥咩？大家叫你阿肥嘅喎。我啱先我頭已經問咗你啦。Corus 啊 ，Corus 都係啦，我就一直聽唔清楚，就究竟佢個名係乜嘢咧？我話俾你聽，就係因為你叫錯咗個名，我投你。喂，唔好咁啦。我投你。動議環節啦。我覺得 Simon， 仲有冇人動議？我動議四號豪啲。和二三號嘅 Simon 係狼人嘅，好有兩票。和二四號嘅豪啲係狼人嘅，好啦。你又喺度扮局外人啊你！我未有，我唔係啊，唔想做錯決定啊。天黑啦，黑埋眼。狼人請開眼，請殺人。守衛請開眼，女巫請開眼。你不如唔使講啦，嗰度嗰邊啦。預言家請開眼，預言家請你揀一個。好，收到你嘅信息。天光啦，今日死嘅人係阿肥，你有遺言噶？其實我都預咗佢殺我，因為我救唔到自己。咁我最尾就救翻阿文姐嘅。咁啊，你睇路啦。我覺得，你應該是無辜的，是不是？首先我們握手，我們都是無辜的。我覺得不是，我覺得你殺了 Corpus， 因為你想他，即是我們懷疑咯。我的嫌疑性更加大。是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跟他是好朋友。總之我一定就不會死，我嫌疑是最大的。是啦。哇，你好好氣啊，豪哥。你都不會死啦，你和我是被人公投過來的。是。所以一定是留在他那裡的。我覺得不是 Doris， 我覺得是 Simon 咯。真的不是我啊！真的不是我啊！咁多位係你，真的不是我啊！死了我孤立無援啊！結束呢個遊戲啦！伸出我哋嘅手。而家係咪有兩隻狼人啊？你們兩個？我就知，我就係知，依家得翻一個你是 Vision。Simon 加油、啊！頂住啊 ！Yellow 啊，你心水清。你真的心水清，因為我本來覺得是你的，但你又說我是好人咁。Yellow， 你真的心水清啊！因為你有啲獨立思想咯，你不可以隨波逐流咯。你 Yellow 呢鋪又係玩得好。Yellow 啊，你真的望透下你兩個同伴，他哋是衰人嚟嘅。嗱，呢個我不知道。頭先阿肥是犧牲的阿 Corus，
Doris 咯。呀、yeah. ！冇啦，你講唔講我都投阿 Simon 嘅啦，我唔會投你嘅啦。就算你投多阿蘇，我哋兩個都係。我哋都係 Simon 一定死嘅。你信我哋啦，係啊！你哋食定佢咗先啦，我唔知道，我到時再諗啊，係嗰一秒嘅時候。Simon， 我動嘢，浩迪，怀疑 Simon 係狼人嘅，好，三票遊戲結束，贏嘅係狼人。嚇、啊！殺我兩次，殺我兩次，殺我兩次。我都话赞佢，我玩得好劲啊！点解啊？再加拍档 ，OK？ 我究竟识咗啲咩朋友啊？你又做乜事咧？你啊，真系啊，你顶废咗你啲朋友，低层啊！你又做咗？点解你唔话佢啫？我有话佢啊！你话佢样衰啫嘛？样衰即系话佢狼人咯？你可唔可以？你个人讲嘢可唔可以清楚啲？他是狼人咁得唔得啊？我留啲，我啲，做咩要連殺兩隻先？好啊，因為你係加充咯。臨尾得愛四個，我都有啲驚嘅。不過我見你開始話啊，你要有獨立思想啊，跟住浩啲啊，係啊，你跟我，跟住我就好啦，我就繼續飾演一個跟風嘅人啦，咁樣。呢啲唔可以做啲朋友呢啲。你明明 yellow 咧，仲要開頭話唔識玩嘅咯，跟住我以為佢真係唔識玩咯。多謝你喺個鏡頭面前出曬醜啊！係啊係啊，西公知咁樣俾人哋。你好似唐僧咁啊，俾關公一樣啊！我明明熟啲人係好邪我咯，原來係微辣啲人係咁咯。失望啊 ，yellow 真係好失望 ，sorry 啊。好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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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知 John John Simon 包包之前過大海，除咗輸錢之外，仲搞咗啲咩？即刻 click 入微辣啦！We are Wisdom。